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在这里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希望在新的一年大家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。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，歌的名字跟后面这个乐队的名字一样，叫做感应，希望你们喜欢。
受够这无聊的心态，言语不够坦白，表达不够直率、yeah、选择的时候都有些摇摆，神情不太自在，态度不够痛快、yeah、忘掉一切，跟着出去最简单，不可以的判断，内心知道的答案。这一刻不要再去怀疑，这一切都会更加确定，这一秒听见我的声音，命中注定。不需要旁人的点头，上一旦打开，一切有我主宰。